奇说会飞的石头，我还以为是和传说中修仙门派的玉剑那样，没想到是这么个东西啊。修仙门派超然于世，鲜少现身江湖，唯有当年的蜀山派例外。魔教之乱后，蜀山封山极易，自那时起，玉剑术便几乎成了传说了。哼，我觉得前辈这块奇石应该比玉剑术厉害多了。这是家师所传之物，是那位背不出书就画花脸的师傅。前辈的师傅好像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是啊，初见面时我尚不到十岁，在湖边见到师傅和师娘自云来石胜下来，还以为是见到了神仙。他们教授了我很多东西，可惜几年后师傅师娘便离开了，临别时赠了这云来石给我，此后再无音信。师傅，你到无垢了。无垢，叫大家过来吧。顾叔，你叫我们来看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啊。这是什么？此乃泉眼无垢的入口。泉眼无垢，世间众生分为神、仙、人、鬼、妖、魔六组，分居于六界，其中神、人、鬼、魔四组各居一界，而仙、妖两界是为天地间众多洞天福地的统称。气清为仙，气浊则为妖。这跟这个大水球有什么关系？相传盘古大神创世，身躯化为六界山河，血脉则化为天地灵脉，其中蕴含世上最纯粹的灵力。灵脉之中有九处灵力极盛之地，名为九泉，分处六界，这无垢便是其中之一。六界我还多少听说过一些，这什么灵脉九泉我可是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上古之时，神农发现九泉灵脉之后，担心各族觊觎其中能量引发灾难，便秘而不宣。千年后，各族因私欲而争端不断，最终演变成祸及六界的大战。神农为防九泉遭受波及，更将其入口封印。那前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还有你手上的镯子是？神农取天地灵物为引，制成九个药环，可以其开启封印，进入泉脉，并将药环授予九名守护者，命其守护九泉。这么说，那您的祖上一定就是守护者之一了。九泉药环并非世代相传，而是由上任守护者传于自己选中的继任者。若守护未交出药环便死去，则药环会变为普通手环一般，直至遇见下一名有缘之人。不过神农已是上古传说，九泉守护之时已早已淹没无闻，如无垢这般仍旧有人守护，恐怕才是一时吧。既然如此，何必还要守护？那九泉是哪九泉啊？雾魂、无垢、春姿、毒瘴、热海、赵胆、龙潭、寒髓、岩波，此为九泉。热海，昭元问过我这个，可是我答应过他，今朝不问就不说的。看来前辈说的三年前的奇事
跟九泉有关了。正是。原来泉眼是这般景象，我虽有耳闻，亲眼目睹却还是头一回。九泉形态各异，泉眼也各不相同，非人能想象。随我来吧。这是哪里？安静的让人有些心里发慌啊。此处临近鬼界，难免鬼气森然。鬼界只是临近罢了。此地名为望尘环，而此路尽头便是泉眼寒邃。哎，我们进入的泉眼不是叫无垢吗？泉脉相连，我们既有无垢药环，便可由无垢进入泉脉，继而前往其他泉眼。泉眼各有位数，若不持有相应药环便接近泉眼，或许会被位数攻击，你们可要小心。姑叔，你不一起去吗？这算是前辈的考验吗？那要是我们能到达寒邃，前辈就要说出三年前的那件奇事到底是什么。那我就当前辈默认了，我们一言为定。起，走了。其实这只是对金昭他们的考验，没有我的事吧？可是金昭，小月，等我。不错的孩子呀。莽撞。秀儿，你也去。师父，贤青会陪你去。我就知道韩江兄真是物尽其用。你与他们同去，我方可放心。我三生不幸，二十年前被你所救，这人情不知要还到何时。当年你将半生修为送与他人，险些被仇敌所杀，幸好我偶然遇见，耗费许多丹药才将你救回，不多使唤你一下，岂不是白费我那些灵药。唉，
Hot!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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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了。